可爱呀！你戴墨镜啊，戴墨镜也笑了哦。啊，你是在墨镜里看到自己的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看见自己了？你不能拿哦，不能吃，不能吃，脏脏脏脏，我要好好抱着它。来吧，一会儿。哎呦，你看你转的，哎呦呵，哎呦，这腿要伸那么高吗？嘿嘿嘿，又笑了，嗯，开心的姑娘，谢谢谢谢，嗯，拜拜。哎呀，请帮我告诉周迅，我爱他，你自己说就好了。你告诉我嘛。我爱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预备，开始。我身边的三位都是天秤座，三十秒啦！哇，这么快啊？对，那来挑战五分钟好了。哇，已经出汗了，感觉。哇塞，高原木椅系列运动，加油！加油！我的腹肌已经很疼了，再跟我们一起做。我开始抖了，我也开始。哇，还有五秒，是吧？可以吗？拍一下，每个人都还行啊，还可以。这么多人拍照，一分零二秒，耶！香妃和如懿见面了，对头。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撼动了我老公的心。No， 撼动了霍建华的心。我是最爱你的，是撼动了乾隆的心。我是最爱你的。对，我们两个是心意相通的。我们心意相通，共同对付霍建华。哈。天现在就难下来，不能歪，不能歪是吧？不能歪。